新竹市文化局结合27间独立册店，也个保记团体，伫一礼拜六举办绘本市集活动，有用保记广告书、布袋戏表演，到图书市集等等。主办单位是希望，不管是阅读也是保记，拢爱自细汉接触，成做生活一部分，变做文化养分。鳳城囡仔剧团演出趣味的台语舞台剧，让现场的观众看甲笑嗨嗨。家长讲会让囡仔用台语去表演，最重要就是希望囡仔自细汉接触母语，用母语生活。一次才当啊，你个细人兄，他好在上先，四处游荡，行过连行的名，来做好人惊。让因自细汉就会当接受迄个母语，啊，让因会当讲，会当用。就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啊！我感觉足重要。新竹市文化局结合27间独立册店以及母语团体，准备第一礼拜六举办绘本市集活动，来推广阅读。无论大人也是囡仔，拢爱加阅读。册店头家希望会当对家庭做起，大人囡仔做伙阅读。对囡仔甲爸母来讲，共同看是这件代志吼，原来是阿哥吼。继续在迄度，只是讲有影甲册店的人较少啊。当然，毋忙讲后日有机会吼，互更较侪吼的朋友会用个入去册店，因为其实册店内底的册吼是看免钱，过来吼免排队。让我们新竹地区的所有的独立书店业者能够齐聚一堂，然后让新竹市民有机会能够一起看到说，原来我们新竹市有这么多丰富的这样的阅读的一个特色书店。市集活动除了好看的册，还有个说唱表演、布袋戏以及舞剧故事。不管是阅读也是母语，拢应该自细汉就接触，累积做文化养分。主办单位邀请大家拜六做伙去新竹公园体验阅读的好，看到母语的水。记者杜君和，新竹报道。